命炉，这是大原高中。好的，有一点点危险。嗯，其实对女选手来讲，就算是太极拳，这些难度都已经有点勉强。如果说加上一把剑的那个重量，可能力量会更大。没错。所以有些这种难度的角度，可能450度，真的要做到比较极限一点。这一套的话是360。360。对。哦，那刚那个应该就有。要看他二起脚下来的时候，脚尖朝向哪里。只不过拿一把剑跟太极拳的平衡是完全不一样的，而且那剑很重哦。对，这个蹬脚可能会被抓掉。陈敏儒的第三套，二号运动员最后得分8.73分，蹬脚有点可惜。蹬脚那边应该是被抓掉了。被抓掉了。